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我今天化了一个美美的妆，我要去找我姐玩几天。我现在要去我姐家玩两天，因为现在马上那个小蜜蜂啥的就出教了，然后趁她出教前我出去玩两天，过两天回来就捞不着去了，捞不着玩了。把我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装了一个袋，这还有一个小包，一会儿等车来就可以出发了。我到了，我姐夫来接我来了。就等你了，菜都做好了。做好饭了。必须的，都整的快凉了都。吃饭到了就吃饭，四个多小时了，四个小时。四个小时，在那个湖区停了。就在那个哪儿，在那个。那什么地方呢？停了一下，上趟厕所。嗯，全是硬菜。看看我姐夫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炖的排骨，这些。那你能喝白的吗？哎，啊，看一点不行，你白的一点不行吗？我姐这些都是我姐夫做的。我喝过三杯，不省人事了都。哎妈呀，太棒了！啊，慢点。我们要吃饭啦。昨天是没事儿。啥事儿没有，是去那边。